原标题：再回首，毛主席诞辰日的那些精彩的瞬间。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4周年纪念日，在韶山毛泽东广场，数以万计的市民和游客前来瞻仰、拜寿，深切缅怀毛主席。同时，在路口、在广场、在游客换乘中心、在重点禁燃区域，不乏民警、辅警和志愿者忙碌的身影。为了守护他们，舍弃休息和团聚，他们没有抱怨和遗憾，他们只为守护您的平安。请随小李一起去看人海吧。韶山毛泽东广场拜寿，12月25日晚上开始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及市民齐聚湖南湘潭韶山毛泽东广场。每个人免费领上一束鲜菊，表达自己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。在鲜花的簇拥下，毛主席铜像更显熠熠生辉，整个毛泽东广场人如海，歌如潮，锣鼓声声，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毛主席拜寿。25日晚上，毛泽东广场红旗飘扬，人流涌动。26日清晨，毛泽东广场成了鲜花的海洋图腾场。26日白天，全国各地的游客聚集毛泽东广场开展纪念活动。湘潭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戴德清，湘潭市副市长、公安局长罗伟，韶山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蒋卫仁和韶山市副市长、公安局长贺建鹏现场进行督查。500余民警、辅警、武警、消防官兵排成一道道人墙，维护现场秩序。万人同师扶手念活动，12月25日22点整。韶山游客换乘中心根据游客的需求提前开启吃福手念活动，游客分批排队入场，活动持续至26日2点。游客换乘中心吃福手念现场，湘潭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戴德清和韶山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蒋卫亮在游客换乘中心吃面现场指导安保工作。韶山市委书记杨小军在游客换乘中心指导安保工作。韶山市公安局政委刘勇带领民警、武警在现场维护秩序。12月26日6点整，天还没亮，韶山冲村部人声鼎沸。志愿者为每一位来韶山的游客送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福寿面，活动持续至9点。交警在韶山村部前疏导交通。2017年跑进新时代湖南省韶山健身长跑赛活动，12月25日9点28分。2017年跑进新时代湖南省韶山健身长跑赛活动在韶山市烈士陵园开跑，比赛开始了。民警在现场维护秩序1900余，安保力量2100余分钟坚守岗位，135000余游客的鼎力支持。这一串串数字凝聚着韶山公安的辛勤付出和艰苦努力，换来了毛主席诞辰日纪念活动的平安来源。韶山公安。